是双黄的超级大颗的。香甜多汁的口感特别好吃，健平衡，不来平衡，你永远不知道这里漫山遍野的柚子有多壮观。柚子的当地属于支柱性产业，年产量达到了130万吨。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也是希望帮助我们接纳一些果实，一方好水养育一方好，健平衡，不来平衡，你永远不知道这里漫山遍野。